渥太华佛光山日前是迎接了斯里兰卡驻加拿大渥太华高级专员参访礼佛，住持亲自来接待，走访寺院的殿堂，而佛光人也参加当地华人界的夜市活动，其中佛光的法鼓队啊，更是一开场就获得满堂彩。有一个特别的展览，就现在看到的。住持永固法师亲自带领介绍到场环境，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日前迎接斯里兰卡驻加拿大渥太华高级专员参访礼佛，更认识星云大师所创建的佛光山历史。来到户外见证渥太华佛光山开心农场，透过义工集体创作，把种植的蔬果全数捐出，双方欢喜交流，展现人间佛教在当地受欢迎程度，也期待日后促成更多合作，共同为社会谋福。放眼望去，高挂红灯笼，竖耳一听传来锣鼓喧天，充满浓厚中华传统风情的渥太华唐人街，参与当地大型夜市活动，佛光法鼓队一亮相就收获现场喝彩，满满人潮，不分种族，热闹非凡。透过活动亲近社区，也让更多民众能够走进道场，认识人间佛教。另外是加拿大渥太华综合报道。